中嘉集团因为看见基隆市这几年来的蜕变发展，以及城市博览会中展现基隆各种进步发展的现况和未来愿景，因此特地加码投资参加这场由基隆就业中心举办的现场征才活动，释出25个职缺，招募优秀的基隆人才加入中嘉集团这个大家庭。大家好，我们是中嘉集团，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基隆就业中心媒合征才活动。中嘉集团看见基隆未来的发展，特别是现在的城市博览会，更可以看见未来的愿景，所以中嘉集团加码投资在基隆举办征才活动。因为基隆是值得经营的环境，投资效益也佳，所以中嘉集团非常乐意深耕基隆，回馈基隆，现在正在扩大征才中，欢迎大家加入中嘉这个大家庭哦。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也应基隆就业中心邀请到现场参观媒合征才的情况，对于基隆就业中心媒合企业帮助找工作民众的用心，以及包括中嘉集团在内总共37家参与这次征才活动的优质厂商释出总共1380个工作职缺，表示欢迎和肯定。俗语说得好，逢低要布局。那不管如何，疫情总是会过的。那我们的指挥中心也好，我们整个政府也好，也慢慢走向与病毒共存，甚至战胜病毒之后把口罩拿掉的时机。所以今天特地佩祥抽空来我们这个就业服务站，我们这边来看说，我们基隆的就业市场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有一波新的高潮？有差不多37家的公司来这边应征人才，总共开出有1380个职缺。那我在这边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特地来的好朋友，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吹到节后逃街。也在这边祝福所有来这边找人才的逃街们，都能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人才，让我们基隆的产业快速的复苏。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